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堡垒。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啊再创历史新高，当然各位在今天啊大家看到台北股市啊早盘也是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哇，老师昨天最强的股票齁，中钢还有什么塑化股，怎么今天一开盘先往下杀、啊、然后又拉上来，有没有？中钢尾盘又拉上来。我相信如果你有看上回节目，昨天我就在教各位了，结果昨天你看到中钢涨停板，我说它的大量区就出在上个礼拜，昨天攻涨停板量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礼拜的中钢就是看那个大量区有没有。昨天的 K 线你如果看得懂，你今天就不会被洗掉了。各位你自己看来，今天最低多少？ 36.65。 昨天上回怎么告诉你？我说啊，昨天的低点这里 36.5， 今天怎么样？早盘杀到 36.6， 马上就止稳了，再拉上去又创新高了。为什么？上周大量区在这里，所以各位这个礼拜的中钢的量一定还会比上个礼拜多了啦。今天才礼拜二啊，已经可以判定中钢的量是会比上个礼拜还多啊。所以今天打下来低阶你就是赢家。好，当然你不见得敢买，我也不建议你这样做。好，那最重要是什么？选股嘛。为什么上回告诉各位，你只要掌握我的同步讯息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啊。今天台北股市上涨了60点，成交量4396亿，不好意思，九元涨停了，合金也涨停了。那九元上回是怎么告诉你？包括今天啊，上回在五七股市同学会啊，我也是这样讲的。来，注意看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来，各位先看这里啊。今天在五七股市同学会，我讲得很清楚，我把旺系跟九元来做一个比较啊。各位注意看，旺系去年赚8.41，要配4.5；九元去年赚4.12，要配4块。请问各位，谁是高股息殖利率？当然是九元啊。再来，第一季啊，今年第一季它的年增率是 4.67， 它的年增率是 24.19， 我说它基期比较高，它基期比较低，而且突破下降压力线。所以上回是怎么讲？来看这里哦，如果你今天啊下午4:30到5:30有看五七股市同学会，你就懂了。我就用这个算给你看，我用月线图告诉你，旺系这个地方爆大量区，爆大量区是在所谓的高基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九元爆大量区是在这个低基期，而且突破这个长期的下降压力线，所以干嘛会涨？结果今天九元真的就涨停了。好，关键就来了，老师啊，你有买无？啊，你有讲无？这才是重点啊！上回在4月15号我就公布答案了呢，真的吗？老师，你有证据吗？来，请看 VCR 这一档，我先公开给你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请看，因为上回测标已经公开了嘛，它叫6261的九元，它叫6261的九元。来，它叫6261的九元，是不是跟你看的 VCR 一模一样？好，再来，昨天把握急杀大捡便宜货，来，会员都可以做见证啊、哦，是不是？6261元把握急杀大捡便宜货，请试价买进，建立基本多单，如假包换啊。然后呢，来看今天的它如何？哇，老师真的，今天还有一次来到681嘞，收盘收719，什么意思？老师收盘收719是什么意思？再创收盘新高价，你说还没过新高，可是它的收盘是新高价。投资朋友，当你看完这段 VCR 啊，你有没有在想，哎，老师，哇，好希望时光可以倒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公布答案之后两天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涨停到771了。所以你刚才看到什么？我公布答案有没有？4月9号我695布局一次，4月14号682，我刚才是公布答案。你们最害怕的时候，我在大捡便宜货682。
然后呢，隔天四月十五号，你看到答案的时候已经719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刚才看到的719，我说已经创了收盘新高价了啊。然后你再看，今天四月二十号，看清楚，会员对扣讯，好不好？6261九元再创波段新高，持股暴牢继续赚10:08啊！当时在这里，我就不管了。当时我就不管了，你就给我抱着。结果呢？不好意思，涨停板来到771。请问各位，这是不是扎扎实实的？你要大赚一根涨停板以上，因为你买在这里，你买在这里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到哦，它长线才刚突破长期的下降压力线，一放量突破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今天的涨停板是不是理所当然？而且早在四月十五号我就公布答案了。所以你掌握同步讯息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，不是吗？好，这是四月十五号公布答案的。好，那昨天呢？各位，昨天呢？昨天上午怎么告诉你？昨天上午怎么告诉你？为什么昨天上午告诉各位？有没有？矽晶圆奇缺，外资还买合金、台盛科。我把环球金、台盛科、合金来做比较，那我怎么讲的？我怎么讲的？结果你今天看到什么答案？老师，环球金也创新高，台盛科也涨停，合金也涨停，可是环球金并没有锁涨停，它碰到差涨停差一档，收875，上影线比较长。可是你看到台盛科就是涨停，合金就是涨停，那上回怎么讲？来，请看 VCR， 今天很多人说老师，哇，今天啊。电子股啊，矽晶圆也涨啊。今天也会看到，我说电晶传产啊，三个轮涨。那么今天电子股矽晶圆这一块，哎，也涨，环球晶也涨，台盛科也涨，合金也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瑞士信贷说，环球晶他看880，台盛科他看180，合金看50块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会不会来？各位，这个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来看一下，老师，对啊，这个早就来了，还来到527嘞，来到527还刻意这样打下来。这一天什么日子来？再打一条线给你看，打一条20日线叫月线给你看。你知道这一天就是最刺激的这一天，叫做大盘出现375点的大洗刷。打到16559，再拉到16865，高低点375点。这一天成交量4847亿，历史最大量。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大量换手在攻，对不对 ？Bingo。那同样道理啊，你回到了合金，你就看懂了哦。这一坑回到月线，撑住了，拉上来。今天重新站回5日线。好，我们就来看啦、啊。环球金合理价880，但是我给各位报告说它的基期高，这个基期叫中等，这个基期叫做低。然后你再看第三月营收，它是成长最多的，第一季年增率它也是成长最多的。所以各位来，我就回到一个月线啊、哦，我来告诉你。我来告诉你基期，你就懂了。哇，老师，这个基期比较低，对不对？请问各位，这个基期是比较低啊，你自己看，这个基期是比较低，基期比较低哦。好，那这个叫环球金，基期比较高，基期比较高。这个叫台盛科，基期叫中等。这个叫合金。所以各位，这三档股票。这个目标价还会再调高，因为早就过了。这个最值得买啊，所以各位这三档你要我挑，就是挑这一档买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它就涨4%多而已，不多，不多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到这个基期低之外，各位它未来这个527过不过？它必过了嘛。
投资朋友，这是昨天啊，让你复习昨天的 VCR。那你或许会说，老师啊，你到底有没有买？还是你只是解盘分析啊？啊，昨天你看到这一张，我说谁最值得买？当然就是他啦，没错吧？啊，我有没有买啊？会员来做见证好吗？4月15号礼拜四，6182的合金，请把握市价买进，干嘛？迎接主升段。迎接主升段，你会说老师啊，你来敢买啊？你拢未惊啊？买在这里，10:21买在这里，46.7，这是4月15号这一天，这一天，各位这一天，这一天有没有？这一天经过这个大洗刷，我说大量换手在攻了。这一天，然后我说迎接主升段，好，再来。4月19号，这一天，这一天，也就是昨天啊，4月19号的昨天，来看时间，9:36，6182的合金，请市价买进，建立基本多单，继续买。9:36会买在哪里？会买在这里，9:36。会买在47块。哦，老师，你467买，47再买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昨天收多少？各位，昨天收多少？来看一下，昨天还没大涨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就收48.15啊。可是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什么？你来找我的，我都让你买的啦。今天的涨停板是不是你的？今天的涨停板是不是扎扎实实的？哎，不是跟你解盘分析呢，上回是跟你讲实战操作绩效，哎，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？来，恭喜会员6182的合金放量强攻涨停，持股抱牢继续赚。今天已经冲到哪里了？各位，52.9了。你又扎扎实实赚超过一只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9元，你也是扎扎实实赚超过一只涨停板了。哎，上回不是在跟你解盘分析啊，我是实战操作做给你看，让你了解什么？上回选股的用心，洞悉未来，我都跟你讲未来。你只要掌握同步讯息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你一定是领先三大法人。三大法人就是帮你抬轿。欸，上回选股很用心，所以你获利就很放心啊。为什么上回在节目当中还要教你从量价关系也好，对不对？从选股基本面也好，让你清楚到哦，一样是旺系跟九元，我选的是九元，而且早在4月15号我就公布答案给你看啦，有没有？结果你就看到这个答案了，老师哇，你在4月15号公布答案这一天，就你看。你是不是有机会买啊？这两天大家一定是去抢钢铁、航运啊、塑化啊。可是我要你干嘛？还是电子股啊，九元涨停啊，扎扎实实啊，赚超过一只停板了吧？昨天大家还是在讲钢铁、航运啊、塑化啊，我还是告诉你，合金，你要挑就挑合金，我要买给你看。今天又是扎扎实实的涨停板。你今天现赚2只停板以上，所以各位掌握同步讯息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你自己看，多漂亮，多漂亮！所以各位来，从昨天4月19号开始，有没有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？4:30到5:30啊，东森财经台，你就看我的股市同学会，好吧？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先掌握同步讯息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。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天，每天晚上9:30到10:00，运通财经台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两个时段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直接掌握同步讯息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。你不是等到上回公布答案，哎呀，堆心肝，有个涨停，有个涨停。老师涨大家都嘛，你看讲钢铁、讲航运啊，对不对？讲塑化啊，免来有人会去讲合金，
啊，免哪有人去讲九元？为什么？因为张和金也无涨停啊啦，张和金也去一输输输啊，拍谁给他涨停？哎、欸，涨九元嘛无大起啊。老师啊，你四月十五甲阮公开九元，阮拢未记个呀。哎、欸，有小拉尾和阮买，你拢未记个对不对？给他放涨停，投资朋友，你看嘛，这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吗？这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吗？昨天收48亿，多好买，扎扎实涨停板就是你的，这就是上回的实战操作绩效啊！好，老师，接下来呢？还有没有？你一定会说，老师，大盘一直创历史新高，会惊啦，当然嘛会惊啊！所以选股要很用心啊！老师啊，今嘛是不是继续去录钢铁股、航运股还是塑化股？不是啦，上回还是跟你。报告什么？来，我找了什么电子股的狂飙三剑客了。这是刚打底完成，大盘现在在17300多点，创历史新高，在这里，大盘在这里，它在这里，只有一条路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100多块的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100块以下的，这个呢？这个更便宜，啊，这个更便宜，啊，所以各位，这个就上回帮你挑的电子狂飙三剑客，为什么上回讲专人清代效果加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专人清代效果加倍？我请问各位，这两天电子股拉回，尤其昨天电子股萎缩到45%，占资金比重只剩下45%，如果没有专人清代。告诉你，赶快大买电子股，赶快大买合金，赶快大买九元。请问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，你的目光还在注意昨天中钢的涨停、航运股的涨停、塑化股的涨停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嘛。可是上回告诉你，专人清代效果加倍，就这样，刚好利用大家不要的时候，人气我取，重压。所以上回很自豪啊，各位，今天九元的涨停。欸、我们不是追涨停、欸、我们是赚超过一只涨停、欸、是吧？4月15号的 VCR 看过了吧？公布答案了，对不对？695682，自己去算。今天771，合金买在哪里？467，47，两笔赚多少？吼、哦，老师，那真的是100%的，扎扎实实赚那涨停板超过呢。这就是掌握同步讯息啊，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啊，这就是专人清代啊，效果一定加倍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午会告诉你什么股票赶快卖，然后什么股票赶快大减便宜或火力集中重压，所以效果就要加倍啊。各位去想，今天涨 4.75， 你买10张就47000耶，啊，如果你买20张嘞，你买也去啊，你一天就赚了9万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一天涨7块，你买20张买得起吧？你一天就赚14万了啦，对吧？所以各位，上回现在啊，千挑万选，挑出了3档，叫做电子狂飙三剑客。我说过，这些股票你不用怀疑，有基本面，有产业面，基期又低，必涨无疑啦。各位，必涨无疑啦。大盘基期在17300多点，在这里，它在这里。所以各位，把握上回的飙股闪耀登场，专人清代效果加倍，赶快把电话拨通，跟着我们来布局电子狂飙三剑客就对了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。扭转乾坤，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！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，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！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。0800-370-888。
欢迎再度回到现场。我相信所有的好友们都可以帮尚维做见证。我说过了，在节目当中，我不会跟你讲神话，我更不会跟你讲谎话。我讲什么？实战操作绩效，而且就是要领先三大法人布局，你才能够享受三大法人帮你抬轿啊！哎，不是看到涨停板创新高你去追啊，那就太慢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到什么答案？各位很清楚的，今天不管是九元的涨停，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证据啊。不管是九元的涨停，还是合金的涨停，我相信所有的好友一清二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回都是买好布局完毕就公布答案，所以你只要掌握同步讯息，你就是领先三大法人。有没有？四月九号买六九五，那九厘来倍啊。四月十四号买六八二，把握急杀大减便宜货。四月十四号。四月十五号公布答案，哎、欸，老师去一点啊，你就敢公布哦？对，投资朋友，最后买点急杀的时候买，这天公布答案，他又拉回来两天，你很好买啊！今天爆扎扎实实的价量齐扬的涨停板，漂亮哦，有凭有据。有 VC 啊，再来，今天的扣讯一样让你看，九元再创波段新高，持股暴牢继续赚，有没有？你看是不是一清二楚？好，再来，昨天已经提早跟你预告，最有价值投资就这一档，我说还会再调高目标价，没错吧？你等着看，四月十五号布局买进。四六七，如假包换。再来，四月十九号，昨天礼拜一，再买九点三十六分，再买四十七。昨天收四八点一五，就涨一点点。今天二话不说，放量强攻涨停。自己看。就这么简单，九元涨停，合金涨停，同步再创波段新高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上回再帮你挑，各位，我一样，欸，我不会说哇，钢铁涨，航运涨，投资朋友赶快去追，不用，我带你布局，现在还在底部，正准备要起涨的。我带你布局电子狂飙三剑客，你就会让怎么样？三大法人再一次帮你抬轿，所以你只要掌握同步讯息，三大法人就会帮你抬轿啊！你做股票会做得很轻松啊！你不要做股票做到啊，欢乐到没吃没睡的啊，就欢乐为什么？哇，老师，大盘创历史新高，随时会大洗盘，会大甩轿，对呀，对呀，所以做股票。你要能够看得到未来，先买好，先买好，然后呢，三大法人帮你抬轿，你就赢在起标点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现在大盘在这里17300多点，大盘在这里，可是上回帮你挑的电子狂飙三剑客在这里，本益比低，基期低，有题材。你不用怕没得买，各位，这叫电子狂飙三剑客。哎，为什么上午还特别告诉你电子狂飙三剑客？不然呢、哦？有很多人说老师，哎呦，是不是航运股在涨就有航运啊？塑化股涨就有塑化，钢铁股涨就有钢铁？拍谁没有了？没有了。上午带你做还是以电子股为主啊？九元是电子股啊，合金是电子股啊，你赚的扎扎实实啊。涨停板赚得扎扎实实啊，不是解盘分析，是实战操作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认同上回的操作理念，来吧，电子狂飙三剑客，赶快把握飙股闪耀登场，只有涨一条路而已。各位，你越早参加越划算，透过专人清代，绝对是效果加倍。也欢迎所有的好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，
也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